我有些公务要处理，你们先吃点东西，一个时辰之后接你们去放风筝。那你快点，迟到天就黑了。谢老板。好，你放心去吧，不用记挂我们，我们就在这里等你。 老板，哎，二位吃点什么？来两碗赤豆元宵，加桂花，加蜜糖。哎，好嘞。姐姐，你和我喜欢的口味一样哎。是啊，我们可真有缘。姐姐，冯曦这个坏人怎么还不来？冯曦他不是坏人，更不会失约的。 我爹不让我跟冯曦玩，这也是有道理的。姐姐，你以后少跟他粘在一起好。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之前一起玩的时候，不是都玩得好好的吗？那他也是为了姐姐，又不是为了我。人小鬼大。姐姐，既然放不了风筝了，我们能不能？ 再来一碗，老板，再来一碗赤豆元宵。哎，好嘞。行行行。老爷，里里外外都找遍了，还是没有小姐的踪影。怎么办事的？一个孩子都看不住。 是，文大人若是不想弄丢孩子，就应该自己好好看管，不应该假手于人，更不应该因为一点小事就责罚孩子。来，文心，你去哪儿了？没事吧？爹，对不起，女儿知错了。是你把小女带走的？我只是偶然碰到小文心。 我们两个都闲来无事，就陪他玩了一天。那他是怎么出去的？立案又不是犯人，这文府也不是大牢，有什么出不去的？今日有劳姑娘了，文心，回房歇息吧。文心，这个你拿着，下次我们还……文心，无功不受禄。 朋友之间有什么受禄不受禄的？拿着。文家清贫，没有这种权势滔天的朋友，请姑娘以后不要再过问文家家事。文大人一心为公，心里真的装得下你自己的小家，装得下你女儿吗？就算冯曦今日一人之下，只手遮天，也不代表你可以随意干涉本官私事。这里是文府。 昨天你去哪儿了？一整天都不在府里，出去也不吱一声。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我要知道，何必这么着急上上下下找你呢？看来冯大人是贵人是吗？答应过的事你都忘记了。我跟小文心在糖水铺等了你一天。我何时要你们去糖水铺等我？你是在开玩笑吗？你在糖水铺明明答应小文心放风筝的。 我昨天哪有答应放风筝？你看，连风筝都是你准备的，你怎么能忘了呢？
为什么我会记不起来？再高点！哎，你们看我，你再高点！哎，你看我再高点！哎，谁看我再高点？飞了！你看我起来高，我来高点！哎，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！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就好了，你就能比他还高了。你看我快一点嘛！哎，我超过你了。谁丫头，我只是好心帮你捡回来罢了。谁不知道你是个没爹没娘的野孩子，自己没风筝就想着偷别人的。你胡说，你就是野丫头，就是野丫头，你就是野丫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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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野丫头，野丫头，就是野丫头。谁说她是野丫头？野丫头，野丫头，就是野丫头，野丫头，野丫头，这个是文心的专属风筝，全天下都找不出第二个。你们说，他还会抢你们的风筝吗？这是给我的。嗯。文心，这个风筝呢是相爷特地为你做的，还有这个赤豆元宵也是给你买的。相爷说他昨天失约是他的不对，大人不能骗小孩。这个呢就当赔礼，可以吗？嗯。走啊，我们去放风筝。好啊。相爷，您吩咐的事我已经办好了。他还生气吗？相爷，你问的是谁啊？是大的那个，还是小的那个？我看你像被打的那个。不敢不敢，他们都不介怀了。都过了好几天了。为什么你还没有再接信回来啊？还在淮南吗？还是你遇到了什么事？子渊，相爷，道老最近可有给你寄信？没有，他到了淮南之后就没有音信了。嗯，那我派人去淮南找找。哎，相爷，到了会不会出什么事啊？我也去找他。你暂且不用担心，他之前办事时常几天没有音讯。紫渊姑娘，有你的信。谢谢。杀了我弟弟小厮，现在又来害道乐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很简单呢，一命换一命。想要我的命，尽管拿去。谁说要你的命了？
我说的是冯熙。相爷，明日随我去趟竹明驿，另外通知傅远山也去。去竹明驿？我要去见陆远同一面。相爷为什么还要再去见他？上次在竹明驿，他拿了一批军械，迟早是个祸害。在他运走前，我要把他毁掉。我明白了，那我先去准备准备。哎，等等，到了还是没有消息，你那边有吗？没有。你也别担心，没消息或许是最好的消息。消息可否属实？明晚有事，冯熙会去竹明驿会见陆远同，商量军械的事情。很好，看来你对道乐真的是情深意重。等等，他在哪儿？我要确定他还活着。他当然还活着，你且放心，左相府戒备森严，他好得很。好，方向。定远侯不在京都好好待着，来到这里干什么？此事不必方向劳心。我正在和臧副将商量军务，不知方向来此有何贵干呢？军务？我看是与军械有关的事务吧。哼，这事关机密，方向不宜过问。定远侯不必狡辩，你跟冯熙在这里秘密会面，偷运军械一事，证据已经掌握在本相的手上。敢问方向，证据何在？证据就在这驿站的仓库里。丁远侯敢不敢跟本官走一趟啊？慢着。我还就怕你不来。本相今日不虚此行，是人赃并获呀。有赃物？哼，巧了，本官就是来调查军械失窃案的，一起去看看。你说什么？哈哈哈，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？本相今日来抓人，
正巧你也来查案，你若不是共犯，你这线索从何而来？那左相的线索又是从何而来？是否有共犯呢？本官若不是亲自前来，就被别有用心的小人陷害了。冯熙，既然你来查此案，我希望你秉公办事。丁远侯放心，若是有人栽赃陷害，本官定会主持公道。你们都死到临头了还嘴强牙硬，好，今日本相就让你们死得瞑目，跟我来。怎么回事？我去看看。相爷，相爷，是仓库，走。如此卑鄙的算计本相，左相这是说的什么话？我刚刚一直和左相和侯爷在一起啊。相爷，紫渊并没来，会不会是？快啊！回府。谁来了？定远侯，左相刚刚突然出现，逼不得已才销毁了证据。还望恕罪，几箱军械而已，本侯还输得起？冯大人，他只是受了点皮外伤，多休息几日就好了。有劳大夫了，告辞。大夫，请。哎。你也受伤了，先去上药吧。我没事，相爷。你那边事情怎么样了？多亏了你的消息，让左相初见了阳相。刀乐还没有消息吗？没有。你也别担心了，没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。相爷，你也不要太担心了。相爷恕罪。何罪之有啊？快起来说话。其实我知道刀乐在哪儿。在哪儿？刀乐被左相的人抓了，他们威胁我，让我告诉他们你的踪迹，否则他就要了刀乐的命。刀乐行踪向来谨慎，怎么会被左相抓了呢？都怪我，要不是因为他走的时候跟我约定好了要跟我寄信，
否则也不会让他们知道刀乐的踪迹。你也不用太过自责。子渊，我要让你配合我演一出戏。只要能救刀乐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醒了，是啊。你的手，没关系的，只是一些皮外伤，不要紧的。都怪我一时疏忽，中了池金海的计，才害得你的手受了伤。那也应该是怪我，要不是我给你寄信，你也不会。不是，从小到大。我帮小叔办了那么多事情，去了那么多地方，但从来没有哪次像这次一样让我如此期待。我期待的不是给他办了事，给他一个交代，我期待的是把我的所见所闻都分享给你。好啦，你伤还没好呢，快休息吧。陛下，一次可能是误会，可是冯相已经是第二次深涉偷犯军械之事，你跟陆远同还有失窃的军械同时出现在竹明驿，难道这是一句巧合能说得过去的吗？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巧合。那你为什么会出现在现场？陛下，自从上次军械转移途中被劫之后，臣一直在寻找偷窃军械的贼，以证明自己的清白，也能打消陛下的疑虑。臣当日去了竹明驿，也是因为收到了线报，说侯爷的军队在竹明驿外集结，一批疑似军械放入了库中，所以臣才前去一探究竟。左相也是因为收到了同样的情报，才能准确地找出军械的所在地，不是吗？回禀陛下，确有其事。冯爱卿说的也在理啊，自证清白也是人之常情。陛下，陛下，只是臣晚到了一步，令左相误会。左相只是把注意力全都放在了微臣身上，才放任了那批贼趁虚而入，销毁证据。晚到一步，未必不是调虎离山之计吧？既然证据已毁，贼人又逃去无证，便无法证明策划引爆军械的人到底是谁，更无法证明军械因臣失窃。陛下，臣听说京郊有盗匪出没，这才不辞劳苦奔走四方，全为我大印安定考量，请陛下明鉴。陛下，这几日京郊附近确实很巧地出现了很多盗匪。
区区盗匪还用得着边防众将亲自剿灭吗？丁远侯，你擅离职守，又陷入军械失窃一案，虽非歹意，但难免招人口舌。这样吧，你在京城不是有自己的府邸吗？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放下职务，安心在家闭门思过吧。是，谢陛下。平身吧。小叔，先别乱动。伤好些了吗？这点伤不算什么。你就逞强吧，这次你差点因为女人犯了大错，等你好了我再收拾你。小叔，论女人这个问题上你好像没啥资格说我吧。你小啊，我的伤好难受，好疼。好了好了，不跟你闹了。上次交代你办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虽然在回来的路上被池静还摆了一刀，不过我该做的事都做了。我调查了一圈，发现有十几位曾经受过名家提携的将军和官员。嗯，等你伤好了，此事从长计议，先安心养伤吧。嗯。我会让子渊经常看你的。谢谢小叔。冯大人，你以后做事情能不能换个地方，别再住名医了。我只是去查案子，案子发生在哪儿我哪能控制。你那招骗得过别人可骗不过我。你挑拨离间，让陆远同记恨左相跟皇帝，却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。你果然很懂我。我是被你骗多了，久病成医。不过以后我跟你也是旗鼓相当了，你可别想糊弄我。哼，不敢不敢。哼。还有你那一把火，会不会狠了点？现在浩山的人马已经没有办法牵制陆远同了，倒不如一把火把那批军械给烧了，不用便宜他们。我看，竹明义这个地方，倒是挺吉利的。怎么吉利了？一战功成，一箭三雕，还不吉利？可你别忘了，你就是在那里遇到了那个让你颠覆棋局的人。什么人？没什么，都说左相跟陆远同是两个狡猾的老狐狸，我看你冯熙啊才最狡猾。那你愿不愿意跟我这只狡猾的老狐狸生一窝小狐狸呢？没羞没臊的。你是故意把我引到这儿来的？你少自以为是了，我只是来看看这里进展如何。这是个园子。停一停。参见相爷，相爷有何吩咐？这个园子怎么写啊？这园子当中又是个什么字啊？园子当中应该是个姓袁的园字。那为何之中是个西字呢？这这是你自己的意思啊？这是我的意思。你忘了？我要一本名做匾额，又为何会把西字圈起来，画地为牢，跟个囚犯一样呢？
你非要我亲口说出来吗？你说。画地为牢本身就是你的意思，这园子是专属于我们两个的地方，你想要永远跟我在一起，所以你想把你的心永远都圈在这个园子当中。月圆，那这个月又从何而来呢？你为何这么看着我？你有什么请示吗？小人没有。那就继续干活啊。哦，干活干活。子渊，子渊，有事吗？你说小叔他最近怎么了？经常忘事。月圆的事他忘了，放风筝的事他也忘了。你说他是中邪了还是生病了？我也发现了，但我们在这琢磨也没用，还是得给他找个好一点的大夫。你要真给他看病啊，他未必乐意。这事儿啊，得想个法子。你们怎么一起来了？小叔，这么晚了还在忙于公务，小心操劳过度啊。嗨，无碍，我不累。到了说的是，你自从身居相位以来，气色确实暗淡了不少。相爷，上次我给你拔了一根白头发，这次好像又多了几根啊。呀，这每天喝燕窝怎么还长白头发呀？你说会不会生病了呀？不会吧，那我们得赶紧找个大夫给他瞧瞧了。哦，有你们说的那么严重吗？我怎么没发现啊？病向浅中医，等你发现那就晚了。好吧好吧，明天去见大夫。不必明天了。对，我们今天就给您请好了。小叔，我们都知道你公务繁忙，顾不及瞧病，我们特意请了几位京城最有名的大夫来给你会诊，祝小叔你驻颜养身。几位大夫？嗯，如此兴师动众，那明天街头巷尾还不都传我冯熙怕老。小叔你放心吧，这些我都交代过了。先把手给我。请问你是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这种症状的？四五日之前吧，之前也没发现有，但是最近突然就出现了。那是怎么不见的？是突然不见的还是慢慢不见的？那还能怎么不见？当然是一下连根拔起了，一下就没了。哦，那最近头部是否受过撞击呀？不曾。大夫此话何解啊？难道这东西还能给撞出来啊？当然了，这倒是头一次听说。那依大夫所见，这位大夫的时间差不多了，该请下一位了。来，大夫，这边请。哦，大夫，查出什么原因了吗？他为什么会失忆啊？哦，从脉象上来看一切正常，也没受到什么撞击，但这记忆一下子就不见了。以老夫之见，这病人的病啊不在身体里，而在神志上。哦，这病人是不是有什么胡言乱语，或者有异于常人的暴躁之举啊？我先送您出去吧。好，走了。
大夫，查出失忆的原因了吗？失忆？我觉得他记性很好啊。您确定吗？啊，我把药方口述了一遍，他竟然能倒背如流，一字不差。您药方都配好了？是啊，这是我钻研多年驻颜的秘方。他一直问我如何让皮肤光滑，头发乌黑，去除皱纹的方式。他跟我谈得很投机，我便倾囊而受。小叔搞什么啊？找大夫来是给他看病的，他在那里搞什么驻颜，还管他自己的皱纹。送他出去吧。是。没想到这些所谓的名医这么没用，一点病都瞧不出来。冬月姐，这么晚不睡觉干什么呢？我们在给相爷找大夫治病呢。治病？嗯，是啊，就是他最近老忘事的这个毛病。嗯，谁跟你们说我生病了？谁告诉你我生病了？小叔，我们都是为你好，虽然只是长了几根白头发。白头发？我哪儿来的白头发？你不记得了？你还因为长了白发，多喝了几碗燕窝呢。喝燕窝，是因为我最近休息不好，所以就多喝了几次。你们这些丫鬟，别总是传闲话。还有你们。一个少爷，一个表小姐，没点正经，别老总跟下人混在一起。行了，把这个大夫送回去吧，下次再胡闹，定不轻饶。来，大夫，走吧。还不下去？相爷这病也太奇怪了，明明刚刚还好好的，怎么就突然失忆了？子渊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冯熙他忘记的都是关于我的事情？忘记月圆，忘记自己怕冷，还叫你丫鬟，好像真的是这样的。其他的事情都记得很清楚，唯独关于你的事情不记得了。但如果其他的事情都记得的话，说明不是生病。或许是不是因为心里藏了太多关于你的事情，就记不起来了？你会因为太想一个人而忘记他吗？总之就别想太多了，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的。今天这几个大夫都是正路的，没见过这种偏门的病。明天我去找几个江湖神医，开几个偏方试试。先别节外生枝了，我再想想办法。他忘记的都是关于我的事情，或许只有我能治好他吧。Oh.
前。